被一个锤子，用你的大声喊着让我唱歌。有一种病毒在倒卖，只注意什么败。领导国家方向，精心为民服务。大家好，我是郑智，请掌声鼓励。维护社会秩序，保障公共安全。大家好，我是智安，请掌声鼓励。智安，我已经忍你很久了，这几年你管理的治安糟透了。在这一年里面，我已经不知道买了多少个包包给我的妈妈、老婆、姐姐、妹妹、姑姑、阿姨，我快受不了了。我有没有搞错，你买包包给你的姨妈姑姐关在我头上啊？我看你这姓郑的最近冤案太多，搞到神经有问题。你才神经病啊，他们的包包每个几个月就被抢走了，现在啊每天平均就有十宗掠夺案，吓死人了。现在搞到我们身边心爱的女人都要提心吊胆，你还不认罪？那我为什么要认罪啊？有罪的才是你们姓郑的。韩家氏竟然跑到大树下谈，然后还想安个祖先牌，还有啊搞什么黑衣派对，一时在马路上烛光晚餐，一时又来个饥饿三千，我们的官兵哪里还有时间去抓掠夺匪哈？都是你们惹的祸。你骗人！现在我只是知道报纸天天登掠夺案、破门打劫、海脑扒浪糕，方叔国的罪案太恐怖了。现在的匪徒已经变成现砍互抢的魔鬼，他们还连环打抢七间商店，而且只是距离警察局0.1公里而已。都是你领导无法，你无能。我无能？你才姓无能啊！你们啊，开会的时候突然间还爆出一对双胞胎，然后啊就上演孙悟空大闹天庭，而且包大人也来了。来人啊，把他连人带椅子给我拉出去。更好笑的是，胡椒喷雾都会变成 thumb drive。这场戏简直比《溏心风暴》还要精彩！笑死人了！论精彩，那够你们官兵精彩。每天看起来好像很忙似的，表面上是在巡逻，其实最爱找平民喝咖啡。Amo mana mau pergi? Aisyah si mali? Sebelum ini mana cukup? Lu ingat sini pasal malam ga? 你看，这还有王法的吗？有。你们姓郑的也懂什么是王法吗？你们啊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要跟我们讨票的时候啊，就笑口常开，嘘寒问暖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当我们有需要找你们帮忙的时候呢，哼，影子都看不到，而且那个电话打几十年都是 number 用 under 的，第二的打 number 一码的，不可能的。不可能，你打什么电话号码？我不就是831916513？那早就已经是50年前的号码了，现在已经换了。大家嘛，拿笔把它抄下来，是308916507。什么？又换了？说换就换？你们这样时常变来变去、跳来跳去，谁来照顾老百姓的衣食住行？我们变来变去都不够阿龙变态啊！阿龙变态？怎样变态法哦？说来听听。阿龙以前追债，最多打电话恐吓你，你不还债，我斩你全家，买东西破你。现在自己经营监狱，里面没有咖喱饭吃，只有白面包，你要不要报名？蠢蠢，我才不要呢！不过说到借钱嘛，干嘛要跟阿龙借呢？当然是找鸡公拿嘛。听都没有听过什么鸡公啊，竟然没有听过。自从发生那个猛叉叉公的天师成仙之后，在沙亚南就冒出了一间千万鸡公庙。这个庙没有前门，必须走后门的，庙里没有窗，因为见不得光，给香油的前师必须从桌子下传过去，保证你打大工程。你胡说，我们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全心全意为民服务，你不要乱讲，谁说告你诽谤。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看看那个东海龙王体育馆，才用不到半年，屋顶就在一夜间倒塌了。还有啊，还有那个卖巴布德很出名的港口，
做什么自由贸易？也不是安亏损的125亿，哎，不是125令吉啊！你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哇，你才闭嘴！你想怎样？是不是想逼我从14楼跳下来给你看？我螃蟹星星月亮你这个人啊，不打不成器，别看我将收拾你！来呀、啊，打就打啊，谁怕谁？乌龟怕铁锤！哼！啊！打怕你啊！你打你啊！你看你绊脚！啊！我真是真的心无能了。对，我早就不想知道国家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就是政治冷感，我讲什么也不会改变的啦。投什么票呢？不如在家里看些没有穿衣服的照片和光碟，不就更开心吗？其实最说不过去的还是你对社会漠不关心，看到有人被打抢竟然都在袖手旁观。哎，人家是女孩子嘞，好，你不理我不理官兵不理，干脆大家都不要理了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就是你这个政治冷感，每次批判这个做得不对，那个政策不好，每当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你总是说很忙，而且临阵逃脱。投票，你都还没有登记做选民呢。哼，就是有你这样的人，没有为民服务的代事，还能够继续做下去。对，要不是你没有把家庭教育做好，你的孩子又怎么会误入歧途，为非作歹呢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如果大家都能领悟这个道理，尽本分做个好公民，那么国泰民安就不再只是个梦。对对，有道理。从今开始我要改变，我要更关心时事政事，打爆国家不平事，推行改革，义不容辞。从今天开始我也要改变，我要更关心社会治安，全民一起拼治安，修身齐家，刻不容缓。政治做得好，治安就好；政治治安好，大家都一样好。要政治治安好，人民自觉不可少。社会的和谐与安宁，国家的发展与未来，就在你我手中。